国民党主席朱立伦29日展开全台感恩行程，第一站来到台南市北区振兴里活动中心，在台南市长候选人谢龙介、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林进旺、市议员林彦祖、詹培雅、李正国、王家珍、许志春、林美燕、蔡淑慧、蔡宗航等人的陪同之下，先向支持者鞠躬感谢。朱立伦除了表达感谢以外，伊也表示选后无欢喜一分钟，面对接续落来的规划，伊会坚持行对的路，提名对的人，以及无私无我的团结。我从选完到现在没有高兴一分钟，而是我们全力的来努力。那更何况我们在12月18日还有嘉义市长的选举，还有2场立委的补选，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持续的努力当中，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获得台湾人民的肯定。因为现在大家会对于2年后的这个选举，甚至党内已经出现有所谓的这个侯卢 K 的这种说法，你刚针对您一直在卡您说您只能这个台教不适合坐教。我觉得如果我是绿营啊，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转移焦点，让这个国民党乱啊，或者是让国民党内讧，或者是来离间国民党。那我们国民党一定不会受重计的，我们会秉持几项我讲的最重要的原则。第一个，我们要走对的路；第二个，要提对的人；第三个，我们一定要无私无我，团结胜选。另外，针对台南市长候选人谢龙介未来走向，朱立伦也表示非常感佩谢龙介在无资源之下，最后结果只输5%，表示选民开始认同，愿意接受地方清净努力的优质候选人。台南也绝对不是铁板一块，未来绝对会让谢龙介有发挥的机会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